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互相合作，對於各自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為了加大聖蓋博地區對國外投資者的吸引能力，由聖蓋博谷經合組織建立的互聯網跨城市經濟諮詢平台日前正式上線運行，位於聖蓋博谷的多個城市對此表示歡迎。根據介紹，新上市的 Economic Power Site 採用最新的互聯網科技，為聖蓋博谷區域內的城市提供包括商業地產開發商的最新信息，深入詳細的人口統計信息和家庭收入等多領域的數據。開發商聖蓋博谷經合組織希望該地區的城市可以借助這個強大的平台，吸引更多國外的零售商和商業地產開發商到聖蓋博谷地區進行投資經營。讓我們這個經濟資訊平台呢，對於我們所有的民眾呢是免費的，你在上面可以獲得最新的、最深入、詳細的區域內所有商業地產開發、租賃一些详细的信息，同时你也获得每一个城市的这个人口统计数据，每个家庭的这个收入等很多详细方面的数据。多个位于圣盖博谷地区的城市都表示欢迎这个平台的上线，而这个强大的资讯平台亦将会向民众免费开放，市民可以登录到www.sgvpartnership.org 查询相关的资讯。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